自从人类有了社会科学以来，科学与知识就占据了人类的心理，进而科学与知识就成了统治人类的工具，使得人类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敬拜神，没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去敬拜神。神在整个人类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下滑，人类的心中没有神作地位的世界是黑暗的，是没有期盼的，是虚空的。随之而来许多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兴起来发表他们的社会科学论、人类进化论等等，这些与神创造人类的真理而相违背的论调，来充实人类的头脑与心灵。相信神创造万有的人越来越少，而相信进化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把神作工的记录与神在旧约时代的说话当作神话传说对待。神的尊严与神的伟大在人的心中淡漠了，在人的心中淡漠了。神的存在与神住在万有的心跳在人的心中淡漠了。人类的存亡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人类都活在吃喝玩乐的虚空世界之中，很少有人主动寻找神今天在哪里做工，神怎样住在安排人类的归宿。不知不觉中人类的文明越来越不能如人愿，甚至有好多人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活着反倒不如那些死去的人快乐，就连以往很文明的国家中的人也会这样抱怨。因为没有神的带领，哪怕统治者或社会学家都绞尽脑汁来维持人类的文明，也是无济于事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填补人类心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填补人类心中的空虚，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做人的生命
脱空虚的困扰。